京的火车哪里开？北京的火车新疆开。新疆到了，朋友来了，新疆的各族儿女欢迎你。花儿也开了，火车也来了，新疆你不来你真遗憾。我的三个朋友说要来新疆，新疆是他们向往的地方，占据中国面积的1/6，大美新疆要你说呀可惜。新疆的中心是乌鲁木齐，国际大巴扎里人来人往，这不起忙也不住毡房，你说的地方是一亿草原。乌鲁木齐的火车哪里开？乌鲁木齐的火车已离开。伊犁到了，朋友来了，哈萨克姑娘都跳起舞，羊羔又熟了，草原也美。